都哥在的人来到台南讲，陈总统已经决定好啊，要来我特赦。先前传出蔡英文卸任前会特赦陈水扁，但是最后没有下文。陈水扁24号出席募款参会，也首次揭露特赦申辩的原因。本来特赦就是无条件，但是大家讲到5月13，搁传一个文件讲叫我倒来签，要有条件嘛无要紧。为什么我也白纸写予伊，叫我倒来签名？啊，搁有一个1000万。陈水扁认为1000万美金并非犯罪所得，希望将犯罪所得用字拿掉。这条钱甲所有的犯罪拢总无关的，拢总是阿扁阿的选举钱所存落来，也要叫我白纸写予伊签名，讲这条钱犯罪所得。陈水扁认为是强人所难，后来得到回复不能更改。哎呀，内底所开销的钱，阿扁也摕去对，是啥物人摕有了？摕偌济钱？一个一个公布，为家己的清白要辩到最后一口气，甘愿死伫法庭。陈水扁坦言，不排除在法庭公开扁案金流，要捍卫清白，拼到底。三立新闻顾元松、许湘云台北采访报道。